王源被欺负了，曝王源现身北京机场，胸口衣服有污渍，网友太心疼。前言：王源被欺负了，曝王源现身北京机场，胸口衣服有污渍，网友太心疼。三日，王源现身于北京机场，当天他身穿军绿色夹克，头戴鸭舌帽，口罩黑色口罩，他刚从出站口走出就被媒体发现，随即无数媒体迎面而上。在发现媒体后，网友并没有慌张，仍然一脸平静地走着，也因为这一次的出现，更被媒体把一些微小的事情再次放大化。比如这一次媒体所上传的照片中，其中就有一张衣服有污渍有渍的地方被放大化，最后媒体还揣测是吃东西不小心被弄脏的。也确实，不管吃火锅与否，对于这样入微的事情也是让人够无语的。试问，如果像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被放大化的话，那整个娱乐圈简直无法想象。主笔：孟小鱼，娱乐大本营。